他们要听小黑子。小黑子，干嘛？他学了2年半中文了。你学，我说你学2年半，你就学2年半。你是不是艾坤？你是艾坤，那你又学了2年半。艾坤把他举报了，之前有个游戏，他玩的老溜了。他玩这个记录好像是160。你怎么太久没玩黑丹尼娜打了？变菜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之前最高记录160。要不？哎呦，别玩了。妈，别玩了，你现在不行了。